那你表哥有没有交往过？哎、欸，不聊八卦。而且那个长痛不如短痛。嗯，先问你，然后最近就是那个前男友好像被封，被列为被告了。是谁？前男友。黄子佼啊。等一下接着要问题，没关系。那个，我觉得 Me Too 的问题，我们是支持的这个运动。然后再来就是，因为有些已经在走法律程序。其实我要讲的是，我们圈里的亲朋好友们，大家心情都不会好过啦。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认知世界的崩解，所以其实我们都蛮其实大家都心情不太好。那也希望演艺圈接下来，我觉得是能够大家重整一下心情，